在台湾到底有多少公务人员？告诉您哦，公务员现在人数创下9年来新高了，总共是有呢346,000人哦。然后较去年来说是增加了2,198人。其实近10年来，我们也发现到女性公务员的比例也增加了4.33%，女性服公职比例是逐年上升。此外，男女的工作性质也大不相同哦。像是男性呢，在行政机关和公营事业分别大约是占了63%跟70%。而女性则是在卫生医疗机构还有教职员的部分各占75%。那么公务人员的平均年龄是43.38岁，所以看起来这整个比例来说是不断的在上升的。